在中国做医生难，做一个好医生简直是难上加难。你跟我走，去美国，我帮你安排一切，考执照还是改行做药，你不论做什么，你肯定做得比我强，我相信你的能力。我对做药没有兴趣，当医生，这个年纪再去考执照，谈何容易啊！那你看看你现在自己的位置吧，杨帆，院长兼胸外主任，傅老师只给你保留了干活的权利，没有解决职称，更没有人事权利，你这活怎么干？你再错一步，杨帆就能把你踢出人和，你干出了成绩，那荣誉可都是他胸外科杨主任的。停职这一个月，让我想明白一件事儿，我是真的喜欢在仁和当医生。你让我干一个月的活，再苦再累我也不觉得委屈，你让我在家歇一个月，我觉得就像关了我一个月的禁闭一样，我宁愿他们把我锁在仁和而不是赶回家。是不是挺贱的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以前受了委屈，我会跳起来，把胸牌摘下来扔给杨帆。但是现在我不会了，我舍不得。我能继续在仁和待下去的机会，是傅老师用名誉换来的，来之不易，我很知足。你究竟在留恋什么呢？做医生的成就感、乐趣，但这些在其他地方都可以得到啊。得不到。这种感觉就像爱情，你爱一个人，他不会十全十美，但是稍有缺点就不能忍受，轻易的放弃，那就不是真爱。就像现在的我跟你一样，我已经失去一个爱人了，不能再失去我挚爱的职业。我母亲当时说，她从药房取药时，取药单上明明写的是利多卡因，但在事件发生后，调查组从药房调出的取药单，却不是他亲自签字的那张，而是被人伪造过的，上面写着青霉素。当时的管理没有这么严格，护士都是手抄医嘱去取药，你母亲有手误或者口误都是可能的。我知道，母亲在孩子的心里是完美的，你当然不愿意承认他犯过错，但是你当时年纪还小，又过去这么多年，对那些难以面对的东西，会不自觉地在你脑中把它抹去，形成一套自己的解释。你现在是医学专家，想必对医学心理学也有所了解，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。我了解我母亲的性格，如果她真的犯了这个错误，他一定会承认，但这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，而是一个逻辑问题。因为申诉比承认得到的结果要坏得多，他何必要冒着失去生活保障的代价要求重新调查呢？你跟我母亲同事多年，你了解她，你回答我这个问题。她当时的精神状态很混乱，你是没有办法用正常人的逻辑去理解他的。抱歉，我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。那么我换一种问法，有人提出他亲眼看到我母亲当时在药房取出的是水剂而不是粉剂，你对此怎么解释？
谁？你说这个人是谁？是谁你不必知道，但我说的是否属实，你自己清楚。你这是在指控我吗？你是说我诬陷了你的母亲？不仅是你，还有你背后的那个人。当时治疗陆中和的时候，我是主治大夫，没什么背后的人。如果我没记错，邱敏琪当时是仁和医院的胸外科主任，是你的上级大夫。庄叔，你认为我有责任，我可以理解。谁让我当时是陆中和的主治大夫？可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牵涉到修老师身上？我开出的医嘱，修老师只是循惯例签字，虽然他参与了抢救，但是他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。谁开出的医嘱？谁发现的陆中和罕见的利多卡因过敏？谁指出的这种过敏与青霉素过敏极为相似，将两者混为一谈，瞒天过海？又是谁伪造药房的取药单据，蒙骗调查组栽赃给我母亲？这些事情我一定会查清楚。但在这之前，我希望你们能够本着医者的良心站出来，就像这次非移植手术一样，诚实地面对自己。庄叔，你太过分了，你没有任何证据，仅凭着对你母亲的感情就来指控我和修老师。那么我告诉你，一切答案都在卫计委的档案里锁着的，如果需要我可以出面调取，你来核实。请吧。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今儿不回市了。什么？不是告诉你让你叫杨宇回来吃火锅吗？我都跟庄叔说好了，菜我都买了，三通房我都买好了，答案去换的，你说我能不去吗？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也忘了，杨宇一提醒我才想起来。这不正好吗？不耽误你跟老庄的谈心。天天见面谈什么心啊？行了行了，丈母娘的水管子重要，你赶紧去吧，好好享受二人世界啊。Thank you.
陈少聪去杨宇家修水管了，不回来吃火锅。咱们就俩人，我少买点，你想吃什么？或者你给我回个电话，好吧？庄叔，你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你没事吧？我有点累了，想早点休息。你是不是淋雨了？我看你衣服都湿了。你车上怎么放把伞啊？发烧了吗？应该不烧，就有点发冷。那就是发烧的前奏。没事儿，不烧。你温度不低啊，量体温了吗？我没事儿，让我好好睡一觉吧。那好吧，你好好睡。不吵你thank you.
你怎么进来了？你出汗啊？退烧了吗？怎么不叫我呀？出汗了更不能着凉。哎，我来，我来。你转过去，转过去。你是房东，但你也不能这么随便推门就进男人的房间吧？什么男人女人？你现在是病人，当了十几年医生了，什么没见过呀？那是工作，这是在家里。在哪儿都是人，生病了都一样。您说呢，这位患者？哎，你给我还是穿上吧。这衣服湿了，换一下。哎呦，怕我占你便宜啊？对我的医德这么没有信心啊？哎，我对陆大夫有信心，我是对自己没信心。看看，说实话了吧？这什么呀？糖盐水。必须得喝呀、啊！必须得喝。这以前老是跟病人说这对身体有多好，真等自己喝的时候，真是难以下咽。看你是咎由自取，我可看了今天的天气预报，只有东郊下暴雨。你去那儿了？哦，我的车该保养，去了趟租车公司。你不是去见一个老朋友吗？还是很长时间没见那种。啊。我是忙完以后去的。回答的有点乱啊。其实你去东郊可以顺便看看傅老师，疗养院就在东边。过些日子吧，他现在处在恢复期。过些日子我跟你一起去。体温计留给你啊。你要是哪儿不舒服就随时叫我，今天晚上我 on call。 陆大夫深夜出诊辛苦了。庄大夫，我刚替你给胸外请假了，安心休息，不要转成肺炎。我熬了皮蛋粥，没胃口也要喝几口。已经是大叔了，要对自己好一点哦。
哎呦，你还挺有劲儿的啊！喝点吧。这几天他涨了三两，不错，挺争气的嘛。哎呦，你要继续加油啊！等你的哭声更响亮，我在门外都能听到的时候，我就放心了。洛大夫，谢谢你啊。谢我什么呀？你不是去调查组给我作证了吗？啊，那有什么可谢的呀？事实就是如此嘛。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也不能说假话吧。柳玲的事儿，怪我也不能怪你，给你添了那么大的麻烦，还害得你受了处分。说句实话，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。虽然受处分了，但每周有门诊出，有手术做，已经挺满足的了。这也是好事儿，一个优秀的大夫不能闲着。你这是回来了，还是看看孩子，还得回去啊？啊，不回去了，那事儿已经解决了。跟我们合作的建筑公司，他是为了省钱，在施工的时候把我们的图纸给改了，让入水口受到了污染，孩子们就病了。不过这事儿罚得我够呛，公司都差一点给关门了。接受教训。哦，对了，之前欠的住院费我已经付过了。我可不是来催债的，我是在乎这个孩子。他现在在我心里面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病人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带着孩子。陆大夫，谢谢你把我儿子的命给救过来了，让我有机会当一个好父亲。谢谢，加油。这车坐的我太难受了，直晕车。金师傅，我让你坐地铁吧，你说不方便；坐出租车吧，你晕车。你看咱们拿这么多行李，还倒两次地铁，太麻烦。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哎呀，你急什么呀？这都到家了。哎呀，你快点吧。你慢点儿。喂，张老师，我听说您生病了。哦，不严重，有点着凉，过两天就好了。有事吗？嗯，我是想，也没什么大事儿。你来医院再说吧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早点康复。好，谢谢。再见。是不是忘带什么东西了？
妈，什么事儿？晨曦啊，你怎么不跟妈妈说呢？啊？我说什么呀？庄大夫啊，你别装傻了，妈妈都见过了，身材相貌都很好，举止谈吐也不错呀。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没事儿。你们怎么来了也不说一声啊？嗨，你这孩子，我们回自己家还说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我们也是临时决定的，就住一个晚上，明天上午我们就出国旅游去了。你们老这么搞突然袭击，非把我吓出毛病来不可。我跟你说啊，庄大夫是房客，我没来及跟你说呢。好，房客好。那你上班吧，晚上早点回家，咱们一家人啊吃个饭。挂了啊。哎，不是一家人。哎呦，往那边点。小庄啊，你在医院哪个科室工作呀？在这住多久了？住不住得惯呢？哎呀，你这一口气问人家这么多，让人家怎么回答？你是？我在胸外科工作，在晨曦这儿住了快两个月了，挺好，住得惯。啊，都叫晨曦了。嗯。跟晨曦在一个科室啊？是。跟晨曦处得怎么样啊？工作上还在磨合，生活上互相照顾吧。互相照顾吧。小东，下班什么安排？杨宇同学聚会，我跟他去，负责显摆。太好了，晚上别回家了啊！哎，什么情况？你跟老庄突破这么快，不会是要把我赶出来吧？突什么破呀？爸妈突然来了，还碰见庄树了。你这边快别回来，否则家里不够住。那我今天晚上没事了，我要回家。你不是约会吗？你回家干嘛呀？凭什么？我交了钱，我有权利住。杨宇跪地接吻。杨宇，今天晚上不回去吗？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你不能回家，你给我回来。大家好喽！今天晚上家宴十分丰盛，你看看啊，哎，你看，哎，是不是？忙着好，哎，辛苦了啊！哎，加起来是好几道呢。你看，给叔叔阿姨忙活的，人还没做完呢，待会儿还有，真该把你也叫来。哎呀，快点！哎呀，知道。哎，叔叔阿姨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家常便饭，坐啊，别客气。你都跟我爸我妈说什么了？问什么说什么。那都问什么了？什么都问了。具体点。身高、年龄、民族、籍贯、政治面貌、婚姻状况、性取向。行，打住。哎。苦心经营了这么久的形象，都让他们俩给毁了。现在的气氛非常的尴尬，陆大夫正在审讯庄大夫，你看。给我挂了。视频直播结束，文字直播继续。汤来了，吃饭了啊，小树。吃饭，庄大夫，你吼什么？庄大夫，吃饭，来，哎，来，吃饭了。哎呀，吃饭，哎，叔叔手艺真不错。那是，要不能把你阿姨吃饭啊？叔叔阿姨坐，吃饭。阿姨，您吃虾。哎呦，谢谢。你也是。哎呀，晨曦啊，你看人小树多懂事啊。小庄，我刚才听你说，你在仁和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是吧？嗯。我最初跟仁和谈的合同是2年，之后是否续约还不知道。哦，是这样。那你之后是回美国，还是打算留在国内啊？这个还真不好说。
也许回美国吧。哎呀，这两地分居可不好啊，很多夫妻都是因为聚少离多，这感情就疏远了。什么夫妻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住嘴。小叔啊，这美国是挺好的，可是国内也不错呀。我看呀，以后你跟晨曦两个人可以考虑在国内发展。什么叫我跟他两个人？对对对，晨曦和庄大夫两个人会商量好的，您就放心吧。对对对对对对，那个年轻人的事我们不要过多的干涉，只要你们两个喜欢就好。吃这么少可不好。来炒炒汤。安姐，我听陆晨曦说过，说您二老啊很开明的。是。并不在乎他结不结婚，甚至当丁克都可以。胡说！哎，我们两个都急得快火上房了。陆晨曦，你跟人小树胡说些什么呀？阿姨啊，您跟董叔叔可能有点误会。我跟晨曦是很好的同事，现在应该说是好朋友，还没有。这就是个很好的开始嘛，不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吗？不过不要走得太慢，晨曦这孩子呀，脾气不小吧？脾气是有点，不过我也在慢慢的习惯。我们家的情况你不知道，他爸爸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所以呢，从小我们两个都比较溺爱他，就把他惯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你别太介意啊。晨曦跟我说了，他爸爸死于一场医疗事故。他跟你讲过了？他一般不跟人提这事儿的。可能他觉得我比较可靠吧。当年他爸爸死得特别奇怪，明明病历上写的是青霉素过敏，可还是有个护士给他注射了青霉素，后来一追究说是那个护士拿错了药。哎，真是太蹊跷了。那您没有投诉要去重新调查那件事吗？哎呀，你说当年我们哪有这种法律意识啊，医院给了个处理结果我们也就认了。后来听说那个护士还带着两个孩子，过得也不好。哎，毁了两个家呀。陈年旧事你提他干嘛呀？现在过得好就行了呗。我跟人小树聊天呢，你掺和什么呀？你从白天问到晚上，你累不累啊？人庄大夫还病着呢，你赶紧去休息吧。没事儿，我不累。你快休息去，这是医嘱。哎，对对对，这有我呢，你快去休息，快去吧啊！好，看会儿电视啊。小树。来，阿姨，请进，请进啊！哎呦，这怎么不像个人住的地方？这都什么呀，乱七八糟的啊！一点知识分子的气质都没有。您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我请您来呢，不是参观我房间来，咱商量点正事，行吗？还好意思跟我说正事？这庄大夫都来住这么久了，也不知道跟我透露点消息，就顾着自己谈恋爱了吧？那您自家闺女什么脾气您不知道啊？啊，这话要从我嘴里说出去我还有好日子过？咱先不说这些啊，现在关键的议题是接下来要怎么办。该怎么办怎么办呢？你没看出来吗？他俩是一个心思，就是谁都不愿意说破。今天我跟你董叔叔两个人说了那么多他们平时都不好意思说的话，哎，接下来
那就顺理成章、水到渠成了呀。阿姨呀、啊，您真小瞧这俩知识分子了。他俩要是绷起面来，那谁都戳不透。吵架的主题都是一德一风，你指望他俩水到渠成？八年以后你能抱上孙子，那都算早了。不太可能吧？他俩都那个岁数了。哎，你可知道他俩都那个岁数了？那行吧，那你等着瞧，我不管。回来。阿姨脑子慢，有话直说。先上车，后补票。听不懂。我是说，今天晚上让他俩住一块儿。你想什么呢你？不可能。那怎么就不可能了？哎，您说，我今天晚上为什么回来住？不是回来看我和你董叔叔吗？这重要吗？嗯。这是，当然，这也很重要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今天晚上我占一间房，您和叔叔占一间房，哎，就只剩一间房了。今天晚上必须让他们俩有突破性的进展。那还有客厅呢，睡沙发也很合理呀。哎呀，阿姨呀，你还替他俩找辙呢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大尾巴狼，您就说您想不想吧。我想是想啊，可哎呀，我跟你董叔叔还在这儿呢，这不大合适吧。行，那什么，反正这俩人加一起也快八十了啊，这个合不合适您自己看着办吧。到时候等我儿子满地跑的时候，您可别眼馋。这个地方简直就是研究鲸鱼的天然实验室。鲸鱼一般都比较腼腆，难得见面不例外，因此很难进去。妈，你项链什么时候买的？好看吧？你爸给我买的，想要吗？嗯，让小树给你买。妈，你挤不挤啊？我不挤啊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你不挤我挤，挤也得坐在这儿。简直要热死了！我简直要……长聪，干嘛？有事说事儿呗。我去哪儿？你说呢？养你家？我不去，我要睡觉了。我白天怎么跟你说的？不说好吃完饭就走吗？我去什么呀？这么晚了，人家都睡了。你小点声。对呀，人家小陈是租客，是付了钱的，你怎么能随便撵人家走呢？今儿晚上我和你爸就睡晨曦房间了。那我睡哪儿啊？你要不？我跟小陈挤一挤，晨曦，你睡我房间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哎，老庄，你不知道，我这人打呼噜特别厉害，你肯定受不了我。你要不，你跟晨曦挤挤吧。跟我？找死！这不合适吧？这没什么不合适的吧？当
然不合适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庄树跟陈耀宗睡他屋，我睡庄树屋。不行不行，我不光打呼噜响，而且我从来就不和男人睡在一起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我怎么和杨宇交代？胡说八道！你要真打呼噜那么响，杨宇怎么受得了你啊？哼哼，没事儿，杨宇打呼噜比我还响呢，我们这叫缘分啊。对呀，这人呐最讲究缘分了。这没缘分的人啊，睡在一块儿都别扭。晨曦呀，你就在小树那儿将就一夜吧。好久不见，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。